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19年12月26号，今天是星期四，农历是12月初一。好，那么下个星期三就是元旦新年了，在这里呢，提早祝大家新年愉快。另外呢，1月2号，下个星期四就是农历12月初八，也是我们佛陀的成道日。好，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好。喂，你好。喂，请讲。师傅好，他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。看一下，03属马的男的，看到他的眼睛。几几年啊？2003年。2003年属什么？属马，属马的。2003年属马的。女的，男的？男的。想看什么？讲吧。看一下这个。身上眼睛。什么？听不到，听不到，再讲一遍。看一下他的眼睛。啊、哦，看到他的眼睛。2003年是吧？嗯。对的，对。啊、哦，这小孩子的眼睛要矫正啊，他对头啊，他这个他有这个眼睛啊，他这个眼白啊跟眼黑啊有点不对称啊，嗯。不上两倍算的。嗯，不对称啊，他里边的焦距不对啊。就是眼底啊很焦距不对啊，他有点小问题啊、哦、有灵性啊，有灵性，赶快念了。嗯嗯，他这个需要多少小房子？600张啊，念掉之后还要练掉之后有机会还要给他做一个，还要给他做一个矫正啊。好的，好的。那个啊，什么听不见？放生。放生倒无所谓，放生放个2000条吧。嗯，小房子哎，小房子刚刚讲了吧？刚刚已经讲了吧？刚才没听清楚，对不起，师傅。你这样吧，小房子，你先给他少一点，先念68张吧，好吧、嗯？看看怎么样？嗯，不行还要加，嗯、要念很多的，上百张了。你多少？300张吗？你先给他念68张吧。念了再说吧。嗯，好吧。好的。不行再说。念完了之后有他会做到一个好的梦，如果有菩萨给他来眼睛这里点化一下，或者梦见一个灵性走掉了、嗯、他就可以了，好吗？他好的。他这个需要念礼佛吗？要的，礼佛108遍。嗯，108。好的好的。好了好了。看个9，9/67年属羊的女的。什么叫9/67年呢、啊？96年还是97年？67年，67年。1967年，嗯。对的，属羊的女的。属什么？羊。想看什么？需要多少小房子放生？在他的颈椎啊和他的心脏啊这个地方啊，有一大块业障，他的心脏不好，嗯。非常不好。是的是的，颈椎非常不好。嗯嗯嗯，对对。嗯，你叫他念小房子要念130张。嗯，放生呢，师傅？放生啊，我看看啊。嗯，感谢。放生先放380条鱼吧。嗯，380条。师傅，他修行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？没有什么，他是年纪大了，而且他是老的业障没有去掉。啊，那他这个需要佛了。听不清楚嘞，听不清楚。啊，师傅，看个27195莲花。听不清楚。27195。27195，27195。好，在边上，在菩萨边上的，蛮好的。嗯。有什么需要？没有什么注意，挺好的，好吧？你最好把电话挂掉了，啊、台长听得太累了，好吧？那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。这个他在菩萨边上，那个莲花挺好的。好了，嗯，再见了。感恩，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讲吧，请讲。你好，师傅，请看一位46年的狗，他目前有胰脏癌。男的女的？女的女的。46年的狗啊。嗯，对，女的。
目前有胰脏癌。哎呦，很麻烦，哎呦，很不好啊。是是是，他的肿瘤啊，现在已经变大了。越来越大了，嗯。是是是。嗯。医生说用临床治疗。哎呦。目前无法再做化疗或是电疗了。麻烦。嗯，我觉得他如果经济上如果还行的话嘛，他还可以做些治疗，如果经济上不是太好的话，我觉得他应该在家里吃些中药吧。他有吃中药，他有吃保健品，度他的余生，好吧。他这个已经不行了，其实有的时候过多的去治疗他也是提早计划呀，听得懂吗？明白。有的时候你比方说你长期吃一些中成药啦排毒的啦，它会延缓很多病菌的发展的，不会长得这么快。你老去刺激它，去碰它，去弄它嘛，它就长得快了呀。明白。师傅，他73岁的大官能过这个节能过吗？很难的，嗯。很难啊。嗯，你要。就要跟他说多念点小房子，好吧，人活着嘛就活着，反正做好两手准备吧，如果真的要走的话也不会很差吧，我相信他现在要真的走的他也不至少不会到了下面去，至少他已经画了2500张的小房子。我跟你说，是不是小房子的质量有问题呢？没有，反正质量还可以。没有。嗯，我觉得他就是的阳寿到了。太阳受到了，而且他的业障比较重，然后一起爆，所以爆掉之后他应该以后能上去的。像他目前他业障是多少呢？很高。46年的狗。很高，56呢。哇。他的地址证23933莲花还在吗？莲花在啊。莲花在啊。莲花在的话就是现在就是说要叫他自己求了呀，因为他命菩萨还可以给他，但是他的身体跟钉子有问题。他开始治疗的时候啊，我讲一些真话，开始治疗的时候没有太当回事，被人家乱弄了，左检查右检查，左这样弄右这么弄，弄得了他就慢慢越来越扩大了，听懂了吧？明白。嗯，明白。所以有些时候你们都，我有些话我不能讲的，你们只能自己凭着你们的智慧来人间处理问题吧。嗯，明白。这样好，这样感恩师傅，叫他一直坚持放生和念小房子。对啊，做两手准备啊，没。如果现在目前看看莲花还在的话，应该还能拖一段时间的。嗯，好吧。明白。不要再去刺激他了，不要再去刺激他了。好吧，就是不要再去碰那个。对啦，那个、已经这样啦，这怎么办呢？好，明白。师傅可以看一位68年猴吗？男子，男的，68年的猴子。看什么？看他的眼睛，还有肚子。肠胃这里有灵性。肠胃。嗯，就是这个肚子这里有灵性。他现在胃寒呢，他现在吃东西也不好，嗯，凉的东西。他的肚子。嗯。他的肚子有一块一个瘤啊，有时候会发痛。我看看，哎呦，长得蛮大嘞。是，需要做治疗吗？哎呦，他现在还年轻嘛，最好嘛治疗一下了。嗯。他51岁。对呀，还年轻呀，他老了。治疗医生是说是动手术把他这瘤拿掉吗？拿掉呀，就是拿掉呀，没办法。好。明白。好吧。但他看他的眼睛啊，他眼睛有一个不是很好。嗯，大家赶快念那个礼佛，眼睛嘛看了不好的东西呀、啊，看了不好的东西、啊。他一天念3遍而已。不行啊，叫他许个愿，念108遍。好，针对这个眼睛。嗯，对，好了。好，可以。好了。师傅，他经文念得如何啊？什么？啊，应该。好了。经文，他的经文念得如何？经文质量。一般。一般啊，但好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师傅保重，感恩，拜拜。喂，你好。哎，师傅您好，弟子给师傅请安，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让我打通。弟子有几个问题，师傅请稍等。
弟子是，喂，师傅可以听到我说话吗？请讲，请讲，听得到。师傅，我是88年属龙的，我前两天早上梦见我报我的图腾88年属龙，然后我说我生了晚期肝癌，后来我就被梦吓醒了，之后我闭上眼再睡，就梦见师傅来，师傅对我说我不会让你生这病的，然后我想让师傅帮我看一下。几几年属什么？88年属龙的。哦，你是生了呀？是不是刚刚开始啊？对呀，刚开始啊。我已经针对这个。你吃？你什么时候开始吃素的？16年，梦里边说我是因为长期忧郁、肝气郁结导致的这个病。我看一下啊。嗯。对呀，想不通啊，招惹灵性了呀。哦。你脑子有问题啊？你经常想不通干嘛啦？对，我想看我是不是头上也有灵性，因为我觉得我的思维一直被控制，精神折磨特别痛苦。对呀、啊，你还好啊，师父经常给你加持的。你要不是你要不是师父加持的话，你早就神经病了。嗯，是的，我这段时间会经常梦见师父，感恩师父，感菩萨没有放弃我。没放弃你，你们自己好好修啊！你等到哪一天接不到师父的气场的话，你就倒霉了，我跟你讲。嗯，师父，你看看你这个癌症，你这个癌症是师父现在帮你挡住了。感恩师父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神经哦，你看看你自己啊！我跟你说，我再三跟你们讲，很多忧郁症会导致癌症的呀、啊。是。听懂了吗啦？听懂。愚痴啊，很愚痴啊，听不懂啊。听懂，就是一直内疚和惭愧自己以前没修好，然后很自责，走不出自己的错误。忧郁症这不懂啊，这不就叫忧郁症啊？走不出来，走不出来不叫忧郁症啊？对不起，师傅。有病啊！你不能展望未来，你能够怎么样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啊？你要想到未来会无限美好的呀。每一新年的话，你自己要学会要改变的呀，你不改变的话怎么行啊？病啊，哎，可怜。对不起，师傅，我真的想好好修。你自己知道了，你这个忧郁症，我告诉你，跟你过去的情感有关系啊。是的。你过去情感也是这么忧郁的呀。是的。神经啊！所以叫你们千万千万不要去动邪念、淫念，这些都会造成你今后生活当中的痛苦和忧郁的呀。是的啊，师父，我已经许愿清修，不再碰感情了，我现在都有克制这方面，有好好守戒改毛病，弘法做功德，弟子真的在努力。师父你帮我看一下，我去过去嘛，谈恋爱的时候也是不守戒呀，一天到晚不守戒。哎，是的，师父，我忏悔我的过去。 烂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师傅。想看什么了？再讲啊！我想问一下，我这个肝，我已经针对肝放了500条鱼。我想问一下，这个肝我还要放多少条鱼？烧多少张小房？念多少张小房子？最少最少300张。鱼呢？鱼倒不多啊，鱼一共加起来慢慢放吧，一共加起来5000条不到。哦，师傅，我之前许了几波小房子还没有念完。我针对肝的这个可以见到加在一起啊，加在一起，就是可以算在可以算上之前的取的是吗？对，肝肠寸断，听不懂啊？经常难过，肝不好，肠子会不好，饭吃不下，觉睡不好，那么不是免疫系统出毛病，那么就开始癌症就出来了呀？这还不懂啊？嗯，人们弄得嘞这么胖。过去根本没那么胖的，现在浮肿啊，不知道啊。是是，哎，是，我就精神上很多的痛苦，自责会比较厉害。自责就是忧郁症的前期，听不懂啊？听得懂。自责能解决问题不啦？告诉我呀。不能。不能解决问题，去自责干嘛啦？是不是脑残了？讲啊。是的，脑残了。脑残了一塌糊涂了，现在不是进水的问题了。现在是进那个烟呢，烟都进去了，迷迷糊糊找不到方向了，听不懂啊？是是，就感觉自己好像怎么改都
怎么改都是错，怎么改都不对。怎么改都不对。我跟你有一样的想法，我觉得我怎么样教育你们都教育不好，我都在自责呢。我跟你一样，我也要有忧郁了，是不是啊？是，我一定跟着师父和菩萨妈妈好好修。我吃了这么多的苦头，吃了这么多跟头，我一定跟着师父好好修。动物啊，随便被人家玩玩呢、啊，玩完了给人家丢掉啊！不要这么犯贱，好吧？嗯。重复的错误，重复的错误，连续做的话就是一个动物，听不懂啊？听得懂了，师父。弟子以后不碰感情了，好了好了，嗯。师傅，等一下，我想看一下我头上有没有灵性，我脑子被控制得很严重，我觉得很多思维都不是。赶快念呀，念掉嘛就好了呀。只要头上的和肝的是拿出来，加起来要拿出来六十。刚刚一共给你选了几张啊？刚刚300。三百嘛，拿出69张啊，先解决。是针对头是吧？对，灵性消除。师傅，看一下我莲花还在吗？11435。在，莲花还在，死不掉，就是忧郁。哦，好了。好的，师傅，我再问一下，就是我妈妈属龙的，我梦见梦里说她要放3850只甲鱼，然后我被吓醒了。后来我就问菩萨，那个她第一波要放多少？梦里又说183只，她已经放了。请问师傅帮我看一下，我妈妈是不是要延寿了？几几年、啊？她64年属龙的。延了，已经延了。他这个3850只是要放这么多吗？是啊。那一波要放一波一波的要放多少只许比较好呀？一波一波的，你就现在嘛，21只放不就好了吗？哦，有时间限制吗，师傅？没有了，帮他第一波放完之后、okay ，后面就可以慢一点了。好了。哦，好，最后看一下，就是他说他心口一直不舒服，心脏堵，他学了7年了，也是弟子。是、啊。他这个是丹参片。哦，有血压高吃那个复方丹参片，没血压高就吃丹参片，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好了，最后问你。好了好了，不能问了、哦、不能问了。好的，感恩师傅，谢谢，感恩师傅，感恩菩萨，感恩。你看看现在全世界多少人忧郁症啊，全部都是一点事情想不通，快点。师傅好，打通了。昨天，师傅，我是8年的狗，可以，师傅好，对不起，给师傅请安，弟子给师傅请安，观音菩萨，我是8年的狗，可以看一下身体吗？灵性，感恩师傅。你看看你是不是灵性在身上啊？讲话这么快的，给你过来，给你过来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师傅，我怕没有时间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给师傅忏悔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你看看嘴巴这么快呀、啊，我的娘哎！对吧？昨天你是不是吃东西？你是不是吃东西也这么快啊？我讲话就是快，对不起师傅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昨天念小房子闻到了3次檀香，今天就打通了电话，感恩菩萨，感恩菩萨，感恩师傅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几几年属什么的啦？82年属狗。看什么啦？讲啊。看身体有没有问题，有没有灵性，有多少张小房子？有啊，肠胃不好。嗯嗯。还有啊，妇科不好。哦，好的好的。还腰不好，听不懂啊。听得懂，听得懂，师傅。还有啊，头经常懵懵叨叨的，头晕呐、啊。对对对对对，师傅说的对。什么东西都记不住。对对对，师傅说的对。讲过就忘记了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还有根本没有静心静得下来那种感觉呀、啊，心静不下来呀、啊，听不懂啊。听得懂，听得懂，师傅说的对。是的好了。是的，是的。好了，好好念经啊，念个108遍的。那个礼佛慢慢念。好的，忏悔哪方面呢，师父？忏悔你在和别人交往当中你啊造的那些口业。好的。因为你这个嘴巴不好，讲人家很多坏话，听不懂啊。师父说的太对了，说的太对了，忏悔，是我错了，跟菩萨忏悔，跟师父忏悔。啊。一定忏悔，一定好好忏悔，目前就在忏悔中。已经，你之前发愿108遍忏悔这方面的，已经在忏悔。你还要念姐姐咒，念10000遍姐姐咒。好，好。以后讲话做事情要稳扎稳打一点。好的，好的，师傅。你看你以后变成老太婆了，你话这么多，你看看这样人家受不了吧？啊，精神上来，血压高了，什么东西都受不了了。别说过来，快点过来，你叫人家怎么跟你交往做好朋友啊？师傅说的对，师傅说的，他觉得我做错了，对不起。姐姐咒化解哪方面呢？化解你自己的冤结啊。好的好的好的，没问题没问题。好了，就是我
我身上的灵性的话，要几张小房子？是在我哪个部位？是打胎还是在我身上？我刚跟你说了，肚子啊，腰啊。嗯。你妇科不好，你不知道的。我知道，师傅。知道。知道吗？改呀、啊。好的，好的，师傅。那我小房子念多少张呢？小房子念多少张？小房子一直念下去啊，21张一波，就这么念呀、啊。好的，我身上有我妈妈打胎的孩子在我身上吗？嗯，有一个，嗯，有一个。我之前许愿了21张小房子，够多少张够？还没走。多少张师傅？要多少张师傅？至少再给他36张吧。就是再额外36张是吧？嗯，你妈妈也是很厉害的人哦。嗯、哦，我妈妈现在在念观世音菩萨的那个过去，过去很厉害的，是吧？处理问题什么都很厉害的，是吧？是很嗯，很有能力、厉害不是坏，是有能力。嗯，是我妈妈非常善良。哦、36张小房子就一个是吧？我妈好像有两个，那另外一个是在她身上是吧？应该是吧？知道。那我反正我36张就够了是吧？好了好了好了，没时间了，快点了，结束了。哦、好，师傅。我叫师傅，能不能还有一个事情？我去了很长时间，就我新西兰 PR 的事情，然后我申请了，一直没分到签证官，这个事情有没有希望？什么时候能批下来？就像你这种人呐、啊，你毛病不改啊，你批得下来的。我一定改，我一定改，我忏悔，我一定改。你好好跟菩萨讲，讲话就开始现在学的慢一点，听不懂啊？好的，好的，听得懂，听得懂，是的，是的。你还这么讲啊？讲话慢点讲不会的，从现在开始练。你说一个女人接着过来接着过来，你怎么进行 interview 啊？对对，师傅说的对，好的。人家会把你留下来啊，人家看见你讨厌都讨厌死了。给你过来，给你过来，给你过来，给你。你说说看，你能跟人家讲话，也血压都高了，从来什么是从属于冲动型的，你这种人。对的对的，师傅说的太对了。好好的，从现在开始练，讲话慢慢的讲，一个字一个字的讲，听不懂啊？听得懂，听得懂，听得懂，一定听师傅的话。现在就开始改。好的，好的。你再这样，菩萨都不会保佑你的，听不懂啊？听得懂，还 interview 呢？你要是 interview， 你讲英文 ，yes yes yes yes， 哎 yes yes， of course of course， 哎呀呀呀呀呀，你说说看，人家怎么能够相信你讲的话是真的？对的，师傅说的对。神经病了，你不会慢慢在讲的。好的。人家问你的学历是什么？当然当然，我的学历，哦，这学历是大学啊，所以我一直学，他、啊、不让人家讲话的，人家还 interview 你啊，你 interview 人家去吧你啊。对，师傅说的对，我一定好好改。改了你啊，你不要再害了你家里人了，真的，你再不改，家里人都留不下来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听得懂吗？我应该怎么做？你从现在开始这样讲话不可以的。好的，好的。人家肯定要慢慢的，不信特别你的话，他根据你的东西，他可能打电话给你的呀。哦，对，师傅说的对，我一定慢慢。他打个电话，你跟他讲 yes yes yes， OK OK OK， of course， 他马上就觉得你是华而不实的一个人，根本没有讲话不负责任的。好的，师傅。慢慢讲啊，你要不是我这个电话救你的命了，我告诉你，很快就会有接电话来问你的问题了。你讲的不好的话，他就 refuse 你了，听不懂啊？讲的听得懂，听得懂，感恩师傅，特别的感恩师傅。改了，不要再这样了。做人要彻底改了，谁改得了你啊？活了这么大了，谁改得了你啊？从小到家的，你知道只有鸟才这么讲话，听得懂吗？你是鸟吗？不是。好好的改毛病了，谁能叫你改啊？没人叫你能改的，只有师父还能叫你啊。是的，改。开什么玩笑？你听谁的？你告诉我，你听过谁的啦？我听师父的，我听师父的。我听师傅的，一定听师傅的话。如果听到人家外国人打电话来跟你这次来 interview 的话，你一定要慢慢讲。好的。好的，哦，这他妈完蛋了！我跟你说，你这种讲话，你说在心理学上，在逻辑学上，只要讲话很快的人，说明这个人是不负责任的一个人。他讲出来的任何话，他可以改变；他做出来的任何事情，他可以 change。听懂了吗？听懂了，师傅说的对，师傅说的对，一定改，听师傅的话。神经病。好好的修啊。好的，好的，好了好了，师傅留电，师傅能最后看一下我的莲花吗？30763还在吗？30763还在，很不好长的。那我应该怎么努力？你不许再看任何黄色的东西，网上的凡是有色情的东西你全部不能看。好的，跟菩萨去许愿去。好的，否则你拿不到的，我已经警告你了。我告诉你，我看到的东西，你肚子最清楚了。好的，好的。不要去看那种八卦新闻了，听不懂啊？不看了，听师傅的话，不看了。真的，
好了好了，没时间了，再见了。嗯，好，师傅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特别的，师傅。好了好了，你看你要是跟人家移民官打电话，你这种态度，又好了好了 ，OK OK OK， because， 你看他会相信你吗？你告诉我啊。好，我一定慢慢讲，因为我从今天开始就慢慢的讲话跟人家。我的练的，好好去练的，再见了。拜拜。好的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，师傅保重身体。好的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。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